OK， 我们接下来要拍的是敲打左右脑。那基本上我们是敲打三焦经的部位。那从这个太阳穴的地方往耳后这样子敲。OK， 那敲右脑的时候，我们说的是肯定句，比如说我接受我自己，我爱我自己，我越来越健康，我越来越好，或者是我全然，我很安全，我的生命很安全，就是任何的肯定句，你喜欢你想要的都可以敲打进去右脑的地方，就是从这个太阳穴用三根手指这样子轻轻的这样子敲就好。那敲打左边的地方 OK， 左脑的地方我们要用否定句，就是说我不要，我不需要，或者我不要，我不需要焦虑，我不需要害怕，我不需要紧张，我不需要我不需要感到担忧，就是任何你不需要的，你不想要的东西，你都往左边敲，就是否定句都是，但是一样都是从太阳穴往耳后这样子，太阳穴往耳后就是在三焦经的部位。